欢迎收看由磊科技推出的 Breaking News， 让我们快速看一下今天刷爆科技圈的是什么。三星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正式公布三星 S8、S8 Plus 国行版的价格以及正式的开售信息。可以说三星 S8 系列已经正式进入了上市销售的阶段，随着 S8 逐渐步入正轨，有关三星新旗舰的消息就越来越多了。据韩媒报道，三星的新旗舰也就是 Note 8将会配备双摄像头。 Note 8的双摄像头会采用1200万像素广角和1300万像素长焦的组合方案，并支持三倍光学变焦。此外，已有消息还显示 Note 8将会采用 6.3 英寸 4K UHD 分辨率 SA 显示屏，搭载10纳米 LPP 工艺，打造升级版骁龙835和 Exynos 8895处理器。外观方面，基本保留了 S8 的全面屏设计，但屏幕边框几乎更窄，并且融合了 Note 系列一如既往的方正轮廓造型。预计还会引入哈曼卡顿扬声器或者 AKG 调音耳机。对于指纹识别这一问题，三星可能正在测试屏下指纹识别， Note 8还是有希望能弥补 S8 上后置指纹识别的遗憾的。最后福利到，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关注磊科技微信公众号，回复关键字三星双摄即可获得微信红包，是可有手慢无哦。